台也好整，过渡也好过渡，整个破逼变异，十把有八把都是第七第八，还有一把是第四第五。有人玩没成型就给送走了啊。咦，怎么有个胖胖龙呢？快回去捡装备吧，像精神病似的。啥变异我都不看了，你爱啥变异啥变异，你跟我都没有关系。这把你乐意啥变异啥变异啊，跟我是没有任何关系，我都不带看的，爱咋咋地。假人的来一个，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给个机器人吧，要不？变异现在我都不看，我都不看，爱啥变异啥变异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又来张机器人。我们直接升级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没有机器人，这是一个遗憾呢。我这前期选个假人都打不过他吗？你却让我输的这么彻底，操！假人都赢不了。女警吧，女警前期厉害点，一狙一个。嗯，这人怎么五人口了呢？不，那卡牌罚站呢？我操，卡牌居然是罚站英雄，我不能理解。
我有两张沙米拉，我要把大剑。这把不行，可以走挑。这大剑为什么在那么遥远的地方啊？转了一圈儿，水滴大虫子，你没发现都没人要吗？真的呀，这把走啥呀？到底挑战行不行啊？主要他下个海克斯他给啥呀？我自有安排，找条路给我。我这经济有点炸，不过还好我有妖德尔人吃经济，可以接受。这假人，哎呀，不太好放，不应该放最左边。应该是一波精致连败，可以。现在燃烧，现在燃烧。引线在燃烧，引线在燃烧。我建议滑着走。别给我在这哭啊！我跟你说，今天是我的幸运日。
走一把，走一把。宝贝不错，狼也没拿，来，问题不算太大，问题很小。差一个村哥，被迷住了，我可以肯定。你为什么拉六啊？我要赢了呀！我为什么拉六？我要开始赢了。飞升不要，挑战者要飞升啊，打得到飞升吗？这飓风你不理解。玩挑战给飞给飓风，你还不能理解啊？这都啥弹幕啊？这都那玩挑战给飓风还不能理解，为啥不理解啊？因为菜。还有老要那挑战河阳刀的，你当是见识呢？这个铲子很重要，很重要。这个铲子很重要啊，我没攻速，我有两轮野怪爆的机会呢，没关系。
现在要一个锁子甲加一把攻速就神装了。这个狼只要给我报一个其中之一就行了，给我报个其中一个就行。狼哥，给我报个其中一个，咱也不用太多，好吧？我从不，我也不贪心，我贪心吗？我也不贪心。狼哥，你随便给我报一个，你随便报，好吧？看你心情。你是给我报攻速也行，给我报锁子甲也行，最好两个都给我一下。你看我这卡特，看见没？你看我这卡特吗？给你准备呢，这是给你准备一个挑战者，给你准备一个变身挑战者。冰心儿确实很克制挑战的，我发现。全是大棒跟眼泪，别这样，别整的全是大棒跟眼泪，不至于。铲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狼哥，给个攻速吧，给个攻速是最好的了。来吧，下一个是你的，华龙，给个攻速吧，我的发，这就是我的本性。五条，算了。阿米拉，后边拿吧。后边拿。三米拉卡了一块钱。哎呀，试试看有没有永恩的。现在我们就是这个阶段的 king， 明白没？这个阶段的神，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打得过我们，我们是这个阶段无敌的存在。等到下一个阶段了，我们可能就有点地里了。三别卡钱，没卡钱啊，卡点怪呗。哎呦，我要个锁子甲吧，攻速没有，咱就要锁子甲，没事，不行就和学院也行，不行就和个学院。完了，
阶段的 King 倒下了，他的大背有点狠，一拳给我轰死了。阶段的 King 倒了，这两个随便来一个，我怎么感觉我一个都拿不着呢？这个优先，不仅拿我连胜，还要断我连胜，还要拿我装备，小扁犊子！啊啊！真是个小混蛋。金克斯有啥用？没什么用，上不去。有挑战转还行，没用这玩意儿。会保护你。只能说差一个挑战转，我们等于无敌了。现在只能说是差一个挑战转。金刚影不拿怎么发挑战？这不底下站一个吗？鸡哥，给个攻速吧，鸡哥，啊，给个攻速吧。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鸡哥，给个攻速吧。那落手，咱们先扔了啊！落手先扔了，金刚影可以先放着啊！给个攻速吧，鸡哥。一哥，啊，攻速！最后一下啊，最后一下！我用我10分钟的寿命来换取这一个攻速，切！不给换呢，可恶！我会保护你。战斗转吧，战斗转上个战斗。
吧。宝贝驴。四学院差个什么英雄呢？差个小猫，最好能来个猫。我会保护你。撕碎他们！放个青钢眼。差个剑姬沙敏了，我们走，交给我们，我会保护你。给个剑尖儿吧，哇，二星。挑战转有吗？索基意念没有，有帝国转没啥用啊。鬼叔卡莎来一个，有个名流。哎呀他妈的，巨杀吧。啥也没有，乌龙扔了吧，没有手，不重要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是成型了，也就这样了，爱咋咋地了。青钢影能扛，撇了吧，没什么用，都是没什么用。现在就得地，不能攒钱。来个三星日女可以，来个二星小猫也是可以的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想来个三星剑姬还是费点劲呢，别让我打那张狼人行不行？那狼人不一定能干得过呀。
不太好使。大龙来了个挑战，不能，哪能那么没呢？也就没一时，还能没一世吗？大龙，我来个挑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剑姬儿不生了，剑姬儿不生了，这就是我的本性。下一个是你的，华龙。装备拆解器。没什么好猜的，拉倒吧，我们就这个三星玉女，咱们扛住就完事。哇，这也能递出来吗？靠，这个行啊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，锐利的剑，什么意思？锐利的眼。你见不见眼不眼的，你能咋的，你还能删呢。融化间接删了，删不了，删不了，你放心吧，他肯定删不了，他不让你删，他就膈应你，你知道吧，他就给你来一个，然后他就不来了，他就给你来俩往那一放，就像这日女似的，你看着没，开户少了他几率就小，哎呦我操，这很好玩吗？你是9块钱呢，兄弟，不要，没用，他没有装备。我就只要三星玉女，别的我就不要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我也没那个钱，关键。这日女挺恶心人呐，我操！你挺恶心人呐，你到底还来不来了？还好我换了位置，要不然那冰女给我一动，我们这前排就完了，减攻击力。拿个盾，跟着我的声音。
不能那么摆。不换位了呢，这也你会玩游戏不？哎，打工了吗？哎呀，翻译弟弟啊！你不变硬半变，操了，他不换位置。这人纯是，操！这人纯是精神病。杀三人没事，杀三人，日女扛得住。气死我了！真的，这也是气死我了！我操了！我一开始换完事儿的，他不换，不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一开始没换，他也没换，完事儿我换了，他还不换，完事儿我又换回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人。